另外呢，昨晚 CBA 联赛最后一轮，郭士强带领的广州队对阵新疆。本场比赛啊，广东必须要赢球，同时北控呢要必须得输给青岛才行，这样广东才能晋级季后赛。最终呢，广东是105-94的比分战胜了新疆，而北控正好不敌青岛，所以广东锁定了常规赛的第12位，收官战挺进了季后赛。那季后赛之后呢，他们将会对阵山东队进行首轮比赛。在这块要恭喜老叔啊。